第四题，已知线段 A、线段 B 和线段 C 的长度，求做线段 CD， 使线段 CD 等于 A 加 2B 减 C。因此，我们看旁边这个图，这边有线段 A、线段 B 和线段 C， 有三条不同长度的线段。现在要做一条 CD 线段，使 CD 线段等于 A 加 2B 减掉 C。首先，我们先做直线 L， 然后在直线 L 上面取一点 O， 所以先做一条直线 L。如果这条直线，这个就是 L。然后我们在直线 L 上面，我们取一点 O， 如果这个是 O 点。接着以 O 为圆心，以线段 A 的长度为半径，我们在 O 的左边我们画弧，于是 O 为圆心，线段 A 为半径，画弧所得到的弧跟直线 L 交在 C 点的地方，这一点这个是 C 点。然后再以 O 为圆心，以线段 B 的长度为半径，我们在 O 点的右边我们画一个圆弧，这个弧交直线 L 与 P 点，因此 OB 长度这个就等于 B。 继续再以 P 为圆心，以线段 B 为半径，我们同样在 P 点的右边同样再画一个弧，于是这个弧我们就称为 Q 点。因此从最左边 C 点一直到最右边 Q 点，其中 OC 长度这个是 A， OP 长度这个是 B， PQ 长度这个是 B， 所以 CQ 长度就是 A 加上 2B。现在我们要求 A 加 2B 减 C， 所以我们以 Q 为圆心，以线段 C 的长度做半径，我们画弧，于是 Q 为圆心，线段 C 做半径，这时候所画出来的弧，如果这个弧，这个弧和直线 L 交在 D 点的地方，因此 OP 的长度这个是线段 B，PQ 的长度这个也是线段 B， 而 QD 的长度这个则是线段 C， 因此我们得到了 CD 线段。这时候从 C 点到 D 点的距离，这个线段 CD 就是 A 加 2B 再减 C， 于是 CD 线段等于 A 加 2B 减 C， 这个即为所求。这是第四小题。